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许国勇律师，真欢喜甲大家来见面。有代志，我来甲恁服务。到底要服务什么？我马上甲恁讲。真侪选民找我服务吼，嘛不是大家拢会成啦，无遐尼敖啦。啊，所以啊，未成嘛无遐多啊，因为法律的规定。但是会找我啊，拢是因为伫咧法律边缘，或者是受到这种委屈嘛。啊，我也尽量甲为这个委屈讲予大家了解。啊，那未过，有呾法律上我嘛无遐多。但是如果是法律无合理，啊，我就来修法，这是立委吼，甲议员无同的所在。议员呐，拄到无合理，伊嘛无法度啊。但立委还可以想办法来修改法律。假如这个法律是不合理的话，啊，因为我较早咧三立电视台，我咧主持前进新台湾这个节目，啊，我长期拢有咧媒体啊参加一寡政论节目做来宾，所以有当听到人咧讲啦，甲大家迄种啊口音啦、等等这些问题，我知影讲人民需要的痛苦伫咧度，所以我为台北市议会啊来做立法委员。议员甲立委，迄角度完全无同。立委的角度是足快的，吼，国家所有啦、各方外交啦，即拢总包括在内。但咧做议员是无啦，所以我大家讲，做立委选民服务未比议员较少，但是吼，搁较复杂。啊，我嘛尽量甲大家服务啦，吼。有当做无够，大家也莫怨叹，因为即法律的问题啦，吼。不过，因为我有律师的即种专业，所以我咧修改法律，讲唔是乌白讲的啦。咧立法院，我有哪算排前几名的啦？因为我对这了解嘛，啊，搁一方面，因为我嘛咧大学教书吼，啊，我嘛是化学博士，啊，我的学生嘛真侪提供我足侪意见，我咧大学哪教书，啊，因为爱教书你爱研究代志，所以咧教学相长，所以我有真侪代志的了解愈来愈深，所以真侪教授嘛给我足侪意见，所以综合以上，我要大家报告讲，第二半年这段期间内底，啊，确实也无用啦吼，不过搁安怎无用，我对法律法案的修正等等，以及甲选民服务。这立法委员要做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不办好的事情。这次我是本区的，虽然免选，我更加珍惜到这份大家给我服务的机会。所以要跟大家报告，免客气，我来给您服务，但是拜托大家来给我支持，支持许国勇，支持民进党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努力。立法院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关键力量，是社会繁荣、民生乐利的重要推手。让我们倾听人民的心声，让民主的光芒照亮台湾每一个角落，更让全世界看见台湾。